七八次就好一些，白一些。啊，花莲的跳岭，这跳岭的铺嘛子哈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109年是1月28号。树林的树林的教练，04分钟83次，278次，用海鲜白线啊，花莲的跳岭，我叫跳岭的，不一般，直接好像在树林的通过。那这边是1141次，开往新竹的。要七三好像七三一，阿福好钱的，那下面干嘛在？在这点不拿地方片，那拜拜。